么巧呢？谁来了？是咱妈来了，还给咱带了很多她自己种的菜，看多新鲜。谁给你咱妈？瞎套什么近乎？我来干嘛？拿菜来献殷勤，等着来借钱是吧？那你妈这是吃饱撑的，不好好在自己家待着，就往别人家跑干什么？那么大个农村装不下的呀？李飞，你说什么话？咱妈好心过来看咱，还带了这么多菜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怎么说话了？我自己想吃菜，我不会从超市去买啊，我用快递给我送。老话说得好，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妈就没安什么好心。再说了，什么菜呀？一股子土腥味，能吃吗呢？我个人带着我都闻着那菜上的屎尿味了都，你看真出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那妈今天心里多难过呀。她难不难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不过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她走啊，你给我带上一眼。好，一碗饭啊，赶紧收拾了，刷干净，实在不行就扔出去。谁知道你家老太太有没有病啊？这到晚上就是卡的，什么毛病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怎么着说的不是人话？我哪句话你没听懂吗？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再说一遍，滚蛋！我懒得搭理你。哎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你妈就是你妈，你少这么多给我咱妈咱妈的，谁给你咱妈呀？我出去吃去，懒得搭理你这了。告诉你啊，我回来之前把这工作扔，听没有？还有你破妈一块给我轰出去，要不然你就一块给我滚蛋！你看，妈怎么是你？混账东西！妈，你听我解释吧，我是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之前你总说笑笑这不好那不好，我还给你出主意改善你们家庭关系，今天我才发现你才是那个坏东西。哎呀，不是妈，我不知道是你来了，我以为是他妈来了。他妈，他妈就不是妈了，你岳母就不知道尊重了吗？要没有你岳母同意，你能娶到笑笑这么好的媳妇吗？笑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岳母不要吃不要房，连彩礼都不要，为的是让你好好待她。你就是这么糊弄你岳母的吗？就是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听听。吃壮书上你知道拐了，骂名去留嘴里你知道甩了，犯罪判刑你才知道悔改，你是不是不想要你这张脸了？妈，算了，对不起儿媳妇，妈是指没教育好这个混账儿子，别生气了，都怨妈。让你干嘛？还不赶紧做饭去！工资卡干什么呀？让你拿你就拿，废什么话？
夏夏说好了，以后他要是再敢犯浑，直接切断他的经济来源。这女人手里有钱，说话才硬气。还有啊，这一万块钱你拿着。妈，这是干啥？妈知道最近亲家身体不好，这是妈的一点心意，你替我转交给亲家。妈，这钱我不能用。听话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自从有了小宝，你就没怎么回去看他们。这次回去啊，多待几天，孩子妈看着就行。谢谢妈。咱娘俩还客气啥呀？你记住，在这个家，婆婆就是你的底气。那个，媳妇儿，这合同吧，我陪你一块回去，希望在家多住几天，好好的商量一下你这个抚养款。这就对了嘛，这才像一个大老爷们干的事儿。来，吃饭。我要记住你的样子。